这次巴德好好玩带大家来四个地方，首先来去找巴德消失的机场，再来去看打破金氏世界纪录的黄金大蟾蜍，饿了到五羊农场，有吃有玩，烤肉无限供应，最后再去巧克力共和国走走看看吧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巴德竟然有机场耶。巴德有机场？对啊，你看怎么会有机场？我身后的这个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常注意到说，如果从国道三号接国道二号，都会有一座桥，大概十线道左右，看起来还蛮大的。偶然之间发现说，其实那是飞机桥，驾驶 U2 的侦察机往大陆那边去侦察的时候不幸殉职啊，所以这边就是为了纪念他，就叫怀生基地。这个机场暂时就是废除了，都没有在使用。这边原本也是叫八块座飞机场，啊，当初花了这么多钱盖了这个机场就没有用，好可惜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到了巴德这边一间五路财神庙，是三清宫，它这边就是主要是求财啦。啊，这边最有名就是我身后这只金蟾蜍，好像有破世界纪录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你知道金蟾蜍为什么只有三只脚吗？它真的只有三只脚。相传就是以前一个叫刘海的，他是吕洞宾的算徒弟就对了。然后在民间有一只金蟾蜍在作怪，然后他刘海去把它收服了。然后金蟾蜍在打斗过程中少了一只脚。就是有一个典故叫做刘海戏金蟾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那你知道妹妹头的那个刘海？这跟这有关系？刘海以前它就是头发都会往前梳，梳到跟眉毛齐。可是为了不要跟他的刘海有重复就对了，所以它就是多一个水字旁，就叫刘海。那大家如果要求财的话，其实金蟾蜍它会咬一个钱币，金蟾蜍嘴巴的钱记得每天都要转动一下，叫做赚钱，记得哦。赚钱。除煞七星阵。它这个是比较适合家庭聚会，比较多人来，因为我们人数不够，它会多收那个开旅费，六百四的。那这边你只要有烧烤吃饭的话，进来就不用钱。对，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玩。然后用餐时间是两个半小时，它一个人是390块。对，小朋友都要收钱，不管几岁都要收钱。它是自助式的，你要吃什么就自己去那边拿。You are the
现在到了桃园巧克力共和国。巧克力共和国，门票多少钱呢？100块，桃园市民不用钱。对，那不是桃园市民的，就是门票100块，可以折抵消费，它里面 DIY 可以折，或者是吃饭可以折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好。水准，上网偷查资料，人家是要闯关，你给我在那边偷查，用手机偷查。上午11:30，还查不到，我上网查还查不到。你说抄隔壁的？啊，抄隔壁，隔壁不给我抄。香蕉冰棒，门票可以消费，所以如果不知道买什么，就买一个冰棒来吃吧。好奇怪的，好黑哦，是黑人的哦。这是冰棒哎，所以它到底是巧克力还是香蕉？怎样？干嘛遮啊？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嘞？够硬了，好香蕉，外面是巧克力脆皮，好吃。好了，逛完一圈，来这边。来了。如果要闯关的话，记得要跟着导览走。然后导览员才会跟你讲答案，因为他题目很难哎，你自己在里面查要花很多时间查还找不到。那最后换的礼物是一个饼干啊，如果说衡量 OK 的话，那你就去闯关吧。今天就是介绍四个点给大家啊，农场啦。共和国啦，去拜拜赚钱啦，那个金山猪啦，然后进城没有用到的机场，很特别的，对，介绍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家，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